我是艺术家，你得保护我脆弱的心灵，你知道吗？听着屋内女人的哀嚎声，看来男人已经开始拳脚相向。赵建平愤怒地敲门半天，醉酒的男人终于来开门了，语气不善地驱赶赵建平。这下赵建平忍不了，要和男人理论，让他学会尊重一下女人。男人叫嚣着让赵建平进来打架，女人过来劝架并向赵建平道歉。几番争执下，女人被误伤了，当场摔得头破血流。赵建平急忙将女人送去医院，直到确定自己已经不需要帮忙时，赵建平才放心地离开。赵建平出了医院，发现公司发配的自行车被偷了，无助愤怒涌上心头，一脚踹飞吃剩的蛋糕盒。他知道这一次回去工作肯定不保，他和小兔子连烙饼也没办法吃。为了让小兔子吃口好的，